受证是承担的起点，此际生力军带着证言上人的祝福，成为爱的种子。人品典范林义泽勇敢抗癌，有次喝水呛到无法喘气，惊险度过生命难关。他告诉法亲，千万珍惜当下。有真好，我现在连个唾液都没有了，真的有刺激真好，有健康真好，有心真好。证言上人得知林义泽的故事，很感动。喝一杯茶，好像呢。那一杯水救了他，有的时候碰到了一些挫折，也许呢提醒我们呐。在岁末祝福前，台中市政府新旧团队分别由林佳龙、胡志强带领，先后向上人请益。何为贵？有好啦，卖有操劳哈，啊真好，我们像一艘船一样啊。午后呢，造福台湾嘛。上人祈勉大家同舟共济，坚守诚正信实的原则，尽管处事的方法不同，也能够共创祥和社会。大爱新闻郭韵玲、廖学信台中报道。